如果你可以肯定我的一片心意，如果你可以回应我的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能够愿意，请坐下来聆听这一份在我心底最深处的秘密。
七年来，天一与大家共同创造了无数美好的回忆。希望今天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94层的高空，我们能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今年生日会的歌单呢，由天一的微博评论、私信，还有 B 站动态评论征集而来，汇聚了我们共同的愿望。我将用我的歌声表达每一位音乐人的心声，希望我们一起与这个美好的世界共鸣。每一场生日会都是无法复制的演出，来享受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吧。除了演出之外呢，生日会将会有很多小游戏，大家要多多参与哦。啊，还有，刚才看到大家站起来观看了，天一希望大家能坐着看呢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目前在94层的高空，高度为425米，让我们一起来掀起一场属于音乐的风暴吧。
小儿不语好吗？竟然无法变得更伟大，那就请你原谅我吧。
穿上新裙子给大家唱的行星曲，大家喜欢吗？今天我们在94层的高空，跟星星更近了。宇宙真的特别大，天一也想把歌声传递到浩瀚宇宙的每一个角落。当然，天一更想要把歌声唱入到你们所有人的心中。下面呢，我将用这首《三千世界压沙尽》，让你们与我一起踏遍春花秋月。Thank you.
刚才的那首《潮汐》是不是很符合今天海洋的氛围呢？天一非常喜欢那首歌，那首歌也诉说了天一一直以来的心愿。天一想要用音乐一直演绎与你们的故事。一口气唱了五首歌，下面来一段特殊的环节。今天天一将点亮一个新的技能。下面这个环节十分特殊哟。那么先请我们的魔术师金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here we go. 啊，好棒，好棒！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很高兴也很荣幸与我们天一给大家表演一些小魔术。刚才我来的时候，天一偷偷地告诉我，今天的观众很热情。今天的观众很热情。这样，这里一张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样，我把这个箱子打开，里边放出一张100元人民币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以及我们天一一起数三个数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咱们一起数一二三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眼睛不要眨啊！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好多，好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其实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、观众们，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我们天一。你们知道天一喜欢吃什么吗？好嘞，小笼包是吧？那咱们表演小笼包好不好？好。啊，那行，好嘞，这样，表演小笼包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有道具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这里呢有一个空空的碗，那天一呢，您也需要有一个碗，就像小笼子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首先呢，我要从你这里变出来。这样，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小丝巾。戏法好不好，戏法行不行，全靠毯子萌。来看我们的古彩戏法。来，哎，一二三，走。哦，一个蒸笼。竟然有一个蒸笼。这样这样好不好？首先我们打开看一下。给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这个是空的。里面是空的。你那个也是空的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，大家看看，我们都是空的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从这里边变出小笼包。真的可以吗？
首先，小笼包是要用火烧的，我要加点油。哦。然后呢，拿打火机点一下。哇！看清楚，这里有一个盖子，我把它盖起来。嗯。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该你了。好，我也盖上了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您帮我吹口气，我这里先变出来小笼包、嗯、来。好，别忘了别忘了念一下咒语哦。嗯，好。好嘞，来，那就小笼包、叉烧包、奶黄芝麻豆沙包。呼，你看天一特别喜欢这几种包子，全念出来了。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也帮您吹口气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不不，我吹，我吹口气在变包子。来哈、啊，这样看清楚啊，一二，好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同时我们把包子打，把这个盒子打开，看有没有包子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来，面向所有的观众，来，咱们喊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、五，啊，等小笼包。我这里也有小笼包。我这里也有。那这样，我们拿出来一个小笼包，咱们继续表演。嗯、好，拿出来一个。能看到吗？一个小笼包。嗯，我这边也拿出来一个。咱们继续表演一个合作的魔术、嗯。我做什么，你做什么，我把这个魔术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首先呢，我们拿着这个小笼包，让所有的朋友都能看见，眼睛不要眨。嗯、一、二。三，就这样变没了，消失了。啊，这个我也会，我也会，看我的。好，接下来看看啊，这有一个包子，我数一、二、三，变没了，哈、哎，没了没了，真的变没了。嗯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刚才那个魔术呢是把包子变消失，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包子呢变回来，一、二、三，那接下来来天一你把它变出来吧。我没人告诉我还要再变出来啊。要不要变出来？可是已经变没了哟。咱们一起喊一下天一变出来好不好？天一、我真的没了吗？那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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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拿一个。那这样我找一下，看天一把那个包子藏在哪里了好不好？那这样、原来天一偷偷的把包子吃到肚子里边去了。包子太好吃了吗？天一是什么？声音不够齐。天一是什么？你们太过分了，不理你们了。嗯。天一生气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别生气，天一。以后呢有机会我请你吃更多更多的小笼包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说定了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天一，今天我的魔术呢暂时告一段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现场的开心快乐，谢谢谢谢金龙魔术师的精彩表演。谢谢。大家觉得天一有没有表演魔术的天赋呀？谢谢大家。嗯，虽然是变没了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嘛，反正吃掉就行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回到演出环节。有一种神奇的花朵叫蒲公英，会随着风飞得好远好远，无论是世界上的哪个地方，它都愿意去。嗯，其实天一的歌声就像蒲公英一样，而天一呢？一直为天一制作的你们就是那股风。下面请听《蒲公英之路》。
梦境彼端的季节，陷入朦胧的睡眠，恍惚白驹过隙间，仓促遗忘的画面，宿命轮回之间，生如浮游翩跹，荣光并非我所愿，只恨无用自寻往前。我若前进，沿着条路，循环往复，早已不知归处。我愿前进，永不会再踌躇，继续我的旅途。梦境彼端的世界，甚至迷人而遥远，恍惚白驹过隙间，仓促遗忘的画面，紧靠在他的身边，在满是杂物的窗台，
忙着都显得丰盛，多赞美有人拖拽，自由自在，被指手画脚后的生活终于安稳了下来，即使不满被排除在外安排，一遇见了失去的笑容，你已从画在枝头，倔强的摇摆而又重新展开，为回忆所留下的泪水，为他笑声你记载，茫茫人海啊，浮游掀起波澜，为谁而为，我只是为了自己安慰，并非多么高尚的想法，且如是重复，失落闪烁你的眼中，将无关之人刺痛，某个诞生并不值得去反复勾勒描绘，冷漠排列了百遍，在帷幕之下尘封，冲淡整个房间被霸占的无奈，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，藏着拙劣的清醒和早已被看穿的漫天墨海，多了一个影子的花魂，多了一桌饭菜，多了一副全新挑选的无奈，少了一丝寒冷的霜天，少了空旷的回忆，少了我静谧中下潜的空白，为你而为，试着为了这世界而为，幸福努力做出的冰层，我不知所措，烛光在你的眼中，将注视之人包容，曾见过的满天明灯，在心中缓缓流动，原谅过你了百遍，如果有生命睡着的窗台，望着多线的风筝，被召回后男孩自信溢出往外，被从深海唤醒的生活终于温暖了起来，在万家灯火中又添上一盏。天意到底是为谁而为呢？天一一直想告诉大家，当然是为了你们而为啦。听完了这么多歌曲，要不要一起玩个游戏呢？好，我们玩的游戏叫做击鼓传花，天一会邀请小伙伴在台上排成一列进行周边的传递，但是每个小伙伴只能握持周边最多5秒钟，在握持过程中呢，我会随着音乐随机喊停止，最后持有周边的小伙伴就获胜了，而且可以拿走周边哦。好的，我们要邀请5名小伙伴上台，想要参加的请举手。请想参加的小伙伴高举你的双手。来，请这位小伙伴上台。来，请上台。欢迎欢迎。大家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，站到舞台指定的位置哦。你好，你好。请那位戴眼镜的小伙伴，两根扣棒的，请上台。你好，你好。大家要站到指定的位置哟。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小哥哥、小姐姐们，这位小伙伴，请上台。其他的等下一轮，请尽快，请尽快。好的，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走，从那边走。
欢迎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我们将周边交给大家。再说明一下规则，我会发出指令让音乐开始，请大家在拿到周边的5秒内将周边传给身边的人，超过5秒就会失去游戏资格哦。我喊停的时候游戏就结束了，结束的时候拿到周边的人就可以把这份周边作为奖品拿走咯。当然没有拿到周边的小伙伴也会获得参与奖。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计时的，所以周边绝对不能在手中停留超过5秒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的好的，那么音乐开始。大家赶快传给下一个人哦。我什么时候喊停呢？大家慢慢传，不要超过5秒哦。不要在手中待时间太久哦。我要准备喊停哦。5 4 3 2 1 0.5 0.6，哎不对，是0.4 0.3 0.1 0.01。停！哦，原来是位小姐姐拿到了，恭喜恭喜！没有拿到的小伙伴也可以找工作人员领取参与奖哦。好的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原因，这个小游戏就先玩到这里吧。大家的表现都好棒啊！接下来，天一有一首特殊的歌曲将献给大家。这首歌曲叫做《Pink Blue》，是一首日文曲，由著名音乐人上田刚士老师为天一而作，曲风十分的特别。天一也实现了不小的突破。这首歌呢，也会在7月19日的 BML 中上演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
小孩子问妈妈，兔子的家在哪里呀？妈妈笑着回答，月亮是兔子先生的故乡。小孩子问妈妈，兔子先生咋不回家？妈妈笑着回答，流浪是兔子先生的特长。小孩子嘟着嘴说，兔子先生怎么不听话？兔子公公，兔子婆婆会想念他，会担心他。小孩轻声说，啊，兔子先生，请你快回家。
DJ 表演，大家觉得天一酷不酷？谢谢大家的夸奖。老魏提醒我要我去休息一下，那大家一会儿见喽。休息，原来是为了准备这个超级可爱美味的蛋糕啊！蛋糕蛋糕，我来了。那么我来吹蜡烛吧。让我们一起为天一唱生日歌吧。Thank you.
先许个愿吧。我想把我的歌声传达到浩瀚的宇宙中和每个人的心里，不论你们在哪里，在做什么事情，天一都会陪伴着你们。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这就是天一的愿望。那么我吹蜡烛了。呼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天一有信心会让愿望实现的。谢谢，刚才听老威说粉丝俱乐部的小伙伴们也准备了礼物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拆开礼物了，天一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份礼物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纯白。然后马上要到天一的生日了嘛，这里首先祝天一生日快乐，然后希望有越来越多小伙伴参与到给天一的创作中来，然后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小伙伴会更加喜欢到天一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兰的木剑，很高兴天一迎来了自己的7岁生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要祝天一生日快乐。人家让我录一段15秒到20秒的音频，但我实在不知道后面该说什么了，那么就祝今天参加生日会的朋友们能够吃好喝好玩好吧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果酱菜，很高兴接到邀请能为小天一送上生日祝福。不知不觉已经是天一诞生的第7个年头了，我在微信的创作差不多持续了5-6年，希望在新的一岁也能继续和大家一起，跟小天一一起变得越来越好。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无名社，今天是洛天依来到我们身边的第7年，祝洛天依生日快乐，今后也要唱出更多更多美妙的歌曲，大家一起加油。Come on!
谢谢大家，你们对我满满的爱我已经收到了，每一处都充满了用心，谢谢你们让我懂得什么是一路相随，爱你们。哦，谢谢。对了对了，还有一件礼物要跟大家分享，天一有收到好多小伙伴画的贺图，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老魏就挑选了其中一些优秀作品，大家和天一一起看看吧。大家把天衣画得这么好看，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漂亮的天衣会不会有心动的感觉呀？还有在这里要谢谢 T 爹送给天衣的礼物，设计的小裙子充满了海洋的气息。这么好看的设计当然要拜托老魏制作成周边啦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想要购买生日会限定周边的小伙伴要来关注我的微博和 B 站动态哦。下面这首歌是天一的生贺曲，同时天一也会在生日会之后将这首歌的舞蹈版本奉献给大家，它的名字叫做 Starlight。 这首歌呢也会登上7月19日 BML 的舞台，希望大家都会变得和星空一样闪耀。手牵手又连火，手机歌跳一圈，把火柱和回忆接让你我之间，轻轻地低着头，下半截接长虚软，脑子也让你心中要看你装点。五灿烂阳光正排列于概念家，正一号忐忑的心情再带上行李出发，风云轻轻地摇晃，伸手感受到清凉，就像夏天不存在一样，摩天轮到处梦幻，转圈圈也会紧张，吃饱了冰激和蛋糕才有力气四处游游荡荡，有一颗爱的翅膀闪亮世界中风光，请有你在身旁，请有你触碰，微微染红的脸颊，期待着你心里能够给我回答，静悄悄忙着问，感情感情的发芽，那里是太阳的味道，轻轻用手机和手机歌叫一圈，给地老的剧场音乐把色彩贴，接近的他洗头过半斤切成虚软，希望那提醒我能将你我见是否能与你再次相见，将去远平地上书法那天。
响了云朵，雨河里不住疲倦，滴滴答滴答，随着我的歌声吹得遥远。路过街角的田园，蓝色还打着圈圈，天边放飞谁家的纸鸢，穿越了南关回血，随风向越过起点，夜间不必的记忆就好像在云朵向上软软绵绵，彩虹色一月喷泉，心动的一米纸鸢，瞬间地转天旋，在高唱不断，春来的你的甜蜜，心里变得如同他想到的满意，轻飘飘向着欢喜一曲传达甜蜜，想要不顾一切去沉溺，手牵手用烈火再出几个小圆圈，把火烛的灰连接在你我之间，轻轻地低着头下放心写长许愿，要随意忘记心中江寒的装点，在一个许下的誓言，迎接你在我身边，我却不安还能够与你再次相见，将许愿片系上抒发那条红丝线，伴随的不是编织无数回忆，直到永远。本次生日会的最后一首歌了，天一真的有点舍不得大家，那么今天就不说再见了，要说你好，请听 Hello by Days， 请大家站起来一起挥舞荧光棒吧，可以站起来哟。
今天过得好开心呐，收到了很多礼物，希望以后大家还可以陪天一过生日。以后的生日会大家还会再来吗？今天天一庆生的这个场地实际上很有玄机哦，明天开始4层和94层都将有天一代言的一个超美的展览，叫做 Naked 如海空间沉浸式艺术展览，现场去过周边区的小伙伴可能都已经感受过它的美丽了，让我们分享一小段视频给观看直播的大家吧。有空来上海的小伙伴们可以来看看，超级漂亮的，现场还有我的周边售卖哦，记得把我抱回家。天一今天好开心，以后也会一直唱歌给大家听的，希望全世界都可以充满开心的音符。不过由于时间的问题，生日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最后就让天一和现场的小伙伴一起来合个影吧。那么拜托摄影师啦。好的，大家准备好看镜头，要出茄子喽！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嘞，3、2、1，茄子！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那我们7月19日 BML 见啦，大家拜拜。拜拜，爱你们。